今天的早餐吃的是意式辣肠 salami， 然后下面有一点花生酱，美生菜，然后这一个卷是 spam， 是火腿，然后我们要放一点点的蛋。点这个，呼呼呼，要再加一点，OK， 够咸了，再加，有人听到说好吃，所以他也点了。我们东西其实都一模一样，就只有你的蛋加了起司，然后肉的分量比我多。好。哇。是不是很强？好吃。这颗为什么皮这么厚？脸都变形了，好可怕！炸鱼加塔塔酱，好好吃哦。so good。哇，好多好多！哇，有一些好漂亮哦。哦，有活动。哇！哇！拍这不会收钱吧？这个钱买不下去，我要买巨大放的。好啊，后面有人，一个就够了吗？两个，我要买两个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好像两个配饭差不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多买一个。好，多买一个，就它了。它的套套破了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拿这个喽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。好。American cheese。它也是葡式蛋挞的。好。试试看，这个要3块钱哦。好。吃好凶哦，太爽，好吃很多。今天有这个，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耶！你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吗？那很大哎、欸。
比较新的吧，这样好像还是有点夸张哎。他们的晶片都是 Intel 的、i7 memory 这个比较大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有特价。哎，可是他们有比较小的，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哦。哦，真的耶。嗯。是四四的，还是你带新的，然后我带你的？这好夸张哦。我们应该是 out of stock。那是 Series 6。What？哇！母亲节太热门了。我们两个月前才面说母亲节一定有折扣，结果嘞，有折扣也没有用啊。嗯。在等 Black Friday 的时候。好，在等。你在里面有看到葡萄吗？应该有。我没有。为什么要吃这个？这个是。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腌黄瓜？嗯。OK。等等，还有这个。有这个。太好了，我也很想要吃这个。嗯，如果我对这些熟一点，说不定我就会想要买了。沾酱系列很不熟，不知道怎么搭配。我拿了葡萄，这次比较小颗，这是脆桃哦。嗯，你可以把它当苹果吃。好，好啊，耶、yeah ！为什么才5块钱啊？夸张啊！对啊，那这10块钱还蛮好的，还蛮夸张的。特价，另外一个 DKNY 的没有特价。嗯，Chicken， 哦 ，Chicken， 特价了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我们试试看。Chicken。对啊，应该是我的，没有错。它没有 S 了。Yep。OK。我没有把你弄乱哦。一个。阿哥。对呀。You're coming today。嘿嘿。切面 ，pretty， 好厚哦，好 juicy 哦，嗯，奶油香菇，嗯。